线上购物独特一点，找好东西就上 CT Social。 来到外侧的位置，速球就投进来，许继荣打得很扎实，在反方向落地形成安打，左外野手接到之后要回传进来，许继荣滑，不用滑，直接走进二垒，二垒安打。这球反方向打得很扎实，刚好在左中外野之间，低角度的位置，这次没给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都躲了一下。如果真的要点的话，点下去100分的位置，内野安打还是失误，成功的推进哦。魏全龙队突然更换投手，换上的不是场边球迷喊的林凯威，是背号51号的左投张景玉。还是速球完成，这球打到中外野方向的平飞安打，一分回来没有问题，固定性的回传球先把跑者给挡住。不愧是满垒之王王威成，顶住了压力啊，顶住了一支安打就有机会了，平飞安打。还是变化球勾到一垒方向，拿莫扑到之后选择传二垒，只能封杀。有分出进来，超前分进来了，区前守备的拿莫扑下去之后看了一下，处理比较犹豫，形成一个野手选择，但是中间兄弟领先了。这球主要扑下去了啊，起身要传分的可能会有点来不及哦。这个球主要是王威成稍微刹车闪了一下啊，看了一下分垒，然后决定还是来抓这一分来抓这个出局数。